星矢感觉可以高分，黑眼圈都出来了啊！我这几天是真的睡很少啊，有点失眠。第二关哈，七 combo 这几顿，哦，星矢他 combo 本来就很高了哈。接下来手消全火，他这个战力级哈血其实不多，只要你有转到，基本上都可以过。接下来是手消随机16到20哈，这边已经六，这边已经九颗了，所以我只要再消九颗就可以了。接下来下一关哈，不能手消火。OK， 然后我们下一关突击65%，底航风化。OK， 接下来下一关黑白符石始终盾无鼠盾，下面一排光嘛。木珠没转到，开星云风暴哦，接下来下一关就是王冠了哈，王冠王一的话10 combo 以上，王一的话血量是2300多万哦。好。王二的话齁，应该是要几技能啊，应该是要挤掉这个技能。哦，应该是要挤掉技能就过了，哎，算蛮简单的齁。啊，应该要开一下那个地，那个地什么感的，地级感的忘了。好啊，这样就过了。要带一下，开一下那个第七感就过了。我第一次打这样子就过了，看一下分数哈。应该是要70000分就可以拿到技能石的。70000分，有70000分吗？74000 ，OK 的，好不好？奖赏选哪？